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啦，我很喜欢这里，觉得很现代，然后环境很不错，有学习的氛围。香香，下面我们就来到 Trader Joe's， 这是美国一个很火，然后有很多不错的东西的超市。下面我们来逛逛吧。最后我只买了这三样，这个是一个杏仁牛奶，这是一个 waffle， 是一个那种很脆的那种 cookie， 然后又不会很甜，特别特别好吃，我特别喜欢 Trader Joe's 的这个，经常买。这个是一个鱿鱼罐头 tuna， 就是金枪鱼，然后我经常会放在炒饭里面炒。 Trader Joe's 总是排很长的，对，总是很火。大部分纽约街边的商店都有这样的小货仓，然后把货物从滑滑梯上滑下去。美国也有711哟。去找平凡的日子也一样扣人心弦，希望你明天也开心呀，再见啦，见啦。